安乐期引证观佛三昧经云：佛劝父王行念佛三昧。啊，父王拜佛，佛地果德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何因不遣弟子行之？观佛三昧经上有这么一段经文，释迦牟尼佛劝他的父亲修念佛三昧，啊，他的父亲告诉他，大乘经上常说的，佛地果德究竟圆满的真如实相，地业亦空，为什么不教学生修学？啊，佛告父王，诸佛果德有无量深妙境界，神通显度，非是凡夫所行境界。故劝父王行念佛三昧。这一段谈话很好啊！啊，父王拜佛，念佛之功，其状云何？这个状就是样子，是什么？念佛功德是什么样子？佛告佛，如意难宁，方四十有余，这个面积很大了。夜游行四十里，啊，四十游行就是1600里，这样的一个意难宁。啊，依然气味很难闻，有恶臭。啊，这么大的面积的一片森林，它是有一棵牛头旃檀，牛头旃檀这是佛详细的。啊，这是宝树，古时候供佛用旃檀香，我们叫檀香，啊，中国人省略叫檀香，檀香里面最好的是牛头旃檀，啊，这个树林里头有这么一棵树，这虽有根芽，还没出土，啊，这是一棵旃檀树啊，还没有长成树啊，种子在土里头才生芽，啊，还没出，没出土，它的香气，其一来呢，微臭无香。若有沾其花果，发狂而死。所以，这个依兰是有毒的植物。在后世呢，沾檀
根芽渐渐生长，才与成熟，啊，刚刚长成一棵小树，啊，不是大树，小树，它的香气长盛，把这个一片森林通通都改变了，普皆香美。啊，众生见者皆生稀有心呐。佛举这个比喻，用旃檀比喻佛的功德，用这个依兰里来比喻六道众生，啊，这个是带着毒的，气味难闻的，啊，众生见者呢，生稀有心呐。牛头旃檀不容易得，现在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了？没有佛出世。佛为什么出世在这个世界？语言成熟，这个世界人人都想断恶修善，都想积功累德，有这个念头，有这个念头的人很多，佛就出世了。说实在话，诸佛与法身菩萨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，啊，我们知道经上常说，法身没有相，法身变一切处，变一切时，无时无处它不在。那我们今天眼所见的，耳所听的，鼻所嗅的，这些境界，我们都不喜欢。啊，不喜欢，你天天见到，这是什么？我们的三业不清净。身与意三业都不清净，感的果报就是我们眼前的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。佛劝我们修啊，就如同他劝他的父王一样。他是怎样劝他父王，也是怎样劝他劝我们，用的是平等心、清净心。啊，将一切众生平等对待，一视同仁。
啊，下面佛告父王：一切众生在生死中啊，念念佛之心，亦复如是，但能细念不止，定生佛前，亦得往生，即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，如彼相述改一览理。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深深体会到释迦牟尼佛的慈悲，他把一切苦难众生跟他的父王是平等看待。啊，希望他父王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一生圆满成佛啊，到极乐世界那是到旃檀岭了，不是依兰岭啊。一得往生，即能改变一切诸恶，成大慈悲。这一句话重要，我们要想断一切恶，成一切善，只有一条捷径：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。你就做到了。在这个世间不容易，很难成就，或者我们说根本就不能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就，不能不去啊。下面为我们说明所言依兰顶者，日众生身类三毒贪嗔痴啊，三障三毒三障无边重罪也啊。言旃檀呢，比喻众生念佛之心，才于陈述为一切众生，但能即念不断，业道成般。啊，只要我们这个念头不要间断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只要头脑清醒，心里口中就一句阿弥陀佛，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念头都放下了。这就是相述，这就是旃檀。所以这四个字即念不断，业道成般。这个业道是往生极乐世界，
亲近阿弥陀佛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，这些诸佛如来当中最殊胜、最无比的就是阿弥陀佛啊！特别将这尊佛介绍给我们，介绍给他父亲，啊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别忘记，要努力，要积念不断，一念接着一念，不让它中断，我们往生净土决定成功。啊，又大悲经上说，一称佛名，一世善根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啊。大悲经上说，啊，一称佛名，就称南无阿弥陀佛。用这个善根，这个善根是通到涅槃大道的，入涅槃界，不可穷尽。啊，在《称扬诸佛功德经》里头也有这样的话。若有得闻无量寿如来名者，一心信要啊，持奉诵念，其人当得无量之福，永当远离三途之厄，命中之后啊，皆得往生彼佛刹土。佛在许许多多经论都在这里给我们介绍啊，希望我们深信不疑，希望我们发起大愿求生净土啊，求见阿弥陀佛，下面就引《文殊般若经》，这个经上说：“众生愚钝，观不能解，但令念身相续，自得往生。”啊，观是止观。是观想，这个修难。你看净宗十六观经，释迦牟尼佛讲了十六种，最后一种就是持名念佛，前面十五种都是观想念佛，观想念佛都不容易，称佛名号容易啊！啊，只要念身相续，
就抓住这四个字，自得往生，自自然然你得往生。又进修戒要，啊，这个小本的扩充本，夏莲老编的，编得好，总共只有32拜。32拜就圆满了，用的时间很少，大概半个小时啊，用它来做早晚课啊，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啊，涉及到圆满的方法，希望同学要多看多听，我们做了一个光碟有声书，多看多听，为什么？这个书能帮助你断疑生信，帮助你一心求生净土啊！因为你读了之后你是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大乘、小乘、贤教、密教，无量法门，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一句佛号全包了，念这句佛全念到了。不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在里面，啊，即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十方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都不出这一句佛号，这一句佛号是大圆满的，抓到这个就行了，一切都掌握到了，不必再从枝叶上下功夫。这一句佛号是大根大本，啊，掌握了圆满的佛法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学所弘扬的一切法，啊，总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。这个功德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《进修戒要》上，夏老师六次同摄万法，一门就是普门。啊，普门是广大无有边际啊。只要信愿念佛都能证得啊，全是戒律，全妄归真，全信其修，全修在心，广学原为深入，专修即是宗旨。广学是为深入，那么深入要不要广学呢？深入就不要广学了。
广学深入是我们前面走的，深入之后啊，就不必广学了，就彻底放下了。我这个一生前面一半是广学，没找到接近其后根基的法门，没找到啊，用了30多年时间。我讲过楞严，先后讲过7遍，讲过华严，讲过法华经大义，在华严经53参这一大段经文里面看到了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。我读这段经文非常震撼啊，文殊普贤是我们学教的人，就是研究经典的人最崇拜的两个人，文殊给我们表法的是虚，普贤给我们表法的是习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！文殊广学多闻呐、普贤表演的是把所学的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工作，落实到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信皆信证啊，文殊表信皆，普贤表信证，孔夫子也如是啊。你看《论语》头一句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习是什么？习是做到。学了管用啊，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教学上，不亦乐乎，快乐无比啊。所以学跟习不能离开。儒家讲学，讲4个：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这都是学。后面有一个独行，独行是习。它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日常生活，用在每天的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用在家庭，家和万事兴，用在社会，社会和谐，
用在国家治国，国家强盛啊，用在平天下，天下太平。圣贤的学问呢、不落实就没用处了，白学了。那专修就是宗旨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佛教里头第一宗旨法门啊，全都在里头，就在这一句佛号总纲领啊，深深唤醒自己，念念不离本尊，这两句话讲的好啊。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，为什么要这么念？这念有什么意思？唤醒自己啊，到功夫到家才能唤醒，要真干啊。怎么真干法？就是一句接着一句，不能丢掉就有办法唤醒自己啊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，他唤醒了，几十岁醒过来，我看他的碟片看了好几十遍，来佛寺这三位善知识的咏诵集我看了几遍，我的看法他应该是25岁前后的功夫成片，小成就再提升四依心不乱应该在30岁，理性不乱40岁肯定拉倒，对吧？理性不乱，理性不乱就是醒过来了，功夫成片是将醒未醒，好像醒过来了，翻个身又睡着了四一心是清醒过来了，没有完全醒过来，离一心完全醒过来了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，就成佛了在极乐世界一生能办到，在这个世界也是一生半道。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半道？我们这个佛号没有连住，常常断掉，念着念着忘掉了，就又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一阵，忽然又警觉到怎么佛号丢掉了，赶紧接上到什么时候接上之后就不再断了，那叫功夫得力接上去还是断断续续，功夫不得力，功夫不得力怎么办？读经是个办法，听讲经是一个办法要专听，
独也的专独一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对散乱心，对散乱心的办法是修定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这是修定。啊，一门深入是修定。广学多闻是帮助我们信愿啊，我们对净宗为什么这么相信，一点怀疑没有，我们听多了，听懂了，听明白了啊，知道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要深深反省自己，多亲切，念念不离本尊，本尊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尊。又言又说，无量广寿是我本觉，无量广福。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啊，觉里面就有光，光表智慧，就有寿，寿表福报，啊，有光有寿，我们希望自己有智慧，希望自己健康长寿，这两句话就是教给我们。求得到，不是求不到。啊，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寿，是我本觉。他在我心中，不在心外。人人都能修，人人都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不肯修？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。啊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死心塌地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不再拐弯了，不再有妄想了，不再有杂念了，妄想杂念统统放下。啊，就这一句佛号。所以下面是齐心念佛，方明实觉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救我？念佛的时候就是救我，就是你开始救我。那么你这个觉悟要念念不断，不要去了几分钟之后又不见了，又迷了，这是凡夫的通病。啊，最常见的病态，这个病不治好，功夫不得力。这个病一定要治好，啊，让自己功夫得力。所以，脱彼一真，显我自性，实本不离，直去觉路。觉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暂而相违，便堕无明。暂时暂时，很短的时间，把阿弥陀佛忘掉了，其他的妄念杂念起来了，
这叫堕无明。啊，所以念佛可以破无明，念到净念相续，无明就没有了，功夫就成片了。啊，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，不断了，成片了。啊，这是念佛人。功夫刚刚得力啊，不要小看他，在这个功夫佛来照顾你，你就见到了啊，佛现身给你看，阿弥陀佛在梦中给你现身，在定中给你现身啊，把极乐世界的消息送给你啊，你在极乐世界等于说已经注册了，极乐世界已经有你名字了啊，七宝池中有你的莲花，莲花上有名字，阿弥陀佛大讲堂里有你的座位，座位也有你的名字。你生欢喜心啊。啊，再加紧用功就可以去了。啊，下面又引的无量寿经起信论。这个著作是乾隆时候彭吉清居士的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啊，彭吉清居士非常了不起，在家学佛，通宗通教，显密圆融，啊，跟夏莲老他们是同等的人物。啊，他的无量寿经注解上有这么一说法。须知持名一法最为简要，行者初发行时贵有定苦。啊，这教给我们，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啊，这个法门简单为要，学习的人初发心，最好有定苦。怎么定苦呢？每日或一千声，或一万声，或十万声，从少至多，由善入定，随起念力，具苦万生。这话说得好啊，啊，要真干的，学经教学这么多年了，对极乐世界肯定了，认识了，那现在最重要的要去，怎么去？要持名，心愿持名啊，幸运落实在持名上，因为不持名就妄念，妄念虽有幸运也不能往生。啊，所以幸运必须要借念佛，一向转念。啊，每天定课程，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编的
精修解要，好啊！啊，精修解要只需要半个小时，用它做早课，用它做晚课。啊，早晨起来半个小时，晚上睡觉之前半个小时，一天修两次，不要中断。好，那平常呢，用彭吉清居士这个方法好，定法好，啊，定一万声。念四个字，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接住，一句接着一句。啊，印光大师叫我们深念，深念完全是心里头记，不用念住。啊，一口气念十声，啊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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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十声。用这个方法也很好。啊，总之，念得越多越好。华念祖老居士在往生前半年，他真的万缘放下，一心求往生，每一天念十四万声。啊，他是基数念佛，十四万声，念了半年，走了。啊，古今许许多多的大德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。海贤老和尚，他的佛号不间断，确确实实他是三种功夫他完全都得到，功夫成片，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阿弥陀佛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啊，要不然他早就往生了，留了不少年了，留了几十年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为帮助我们幸运，帮助我们念佛。啊，帮助我们对于下莲居老居士的会解文，断疑生信，